是隔夜奶多，喝奶。刷起资料了呢。哎呀，今天给是好的，我事儿呢，那么的给别个要呢。我都是今天吃好的呀，胃劲儿得死了。几只甲的，我的。专门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有说了。我说你别的去饭店了。我说就算家里头，咱们家常便饭，是就是我给你哎呀，弄出个鸡儿，弄出个鱼儿，咱这有肉，咱们在家过。我到底是什么办法？哎呀，我不是在你那吊着三三个，说是黑夜了。你给我在这儿就坐吧，我一会儿就过去取去。哦，给到找我了。这小侯刚你说了一句，这个不是我一人黑夜还有一段了，给人黑夜取去。草莓，有葡萄。昨天11:30跑了一趟学校，不贴心又接回来了。第二个下了场雨，我看那个新闻上头写的是大暴雨。带来的这个花色的是啥呢？是不是医院对了好些的卡多了。哎，我们11:30去，我跟你说后头家去好些，好不上去的。对，就是那个下了一颗楼来探听，人家说白后也化解了。完了赶到了黑夜了，躺在那儿边起边就睡不着。完后还一个拿了个主意，说我那边跟老师说去吧。看了可有最严重了啊。酒不错，你能做操体跳，不是你酒的酒多了。记得也不好吧。这是给姐姐削的。姐姐，你好吃的窝里头的肉还是鸡的？肉。我好吃鸡的。出去玩去吧，姐姐，这汤有点多吧？可以给换个锅了，换不成。自己脖子多媳妇儿了，多多棉棉多了好睡。那是有点黏，我说再软点吧，咦，结果没脱了，要不再玩玩板了。又抓了一把。再喝点不行，太热了。不软不软，真好真好，软了一圈，怕像上回那样，炸出来又够软的。这有好的狗，你说软，挺好。这炒着给您一会儿。你看看，这熬多少油？你看，我说的就软了。做好了，做好了，也快了。喂，给我。我确实不多，我说，跟个宝宝似的。你咋了，跟奶奶？吵了？没有吵架，只是骂，不理解吵和骂。老锅肉最爽。就是我想给尝尝试试。啥时候吧，老婆？出锅吧。奶奶，今天9点出发了啊！啊，谢谢你打来了。这个锅啊，
线一边吃是老早的。熟的，这是熟的，熟的。炒蘑菇来了。啊，谢了吧，卡多差十元，这锅地铺啊。来，这头大大的鱼捞出来。咦，啥叫鱼？哎，又叫鱼了？啥叫鱼了？你眼里有鱼吗？这姐姐看牌子。每天呢，吃香的喝辣的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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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给头朝着打手心啊！赶紧做，赶紧做。做做做，吃饭吃饭快。这就是个生日礼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好吃，刘姐，我觉得这个不软不硬，做的很好。有。我说你做的好吗？你非要一根说软了软了。哎呀，这质量姐妹情似的，那阵儿是打都打不住的，可不咋呀。生日快乐！祝妈妈生日快乐，祝小侄生日快乐。哥哥，你那是啥技巧啊？今天又咱不是你时间又吃了多好的。是么好了，再说。他就不是属于那种三枪的。哦。三哭了咱们。三枪。人家给我写的拍拍妈妈我爱你，人家给我发的那个车子，人家背的花盘，就是那个背的盘，人家还不让我出来，二娃给我出来了。他说妈妈你看。哎呀，那一刻我真挺感动，这浪漫的，我拍了个视频。我还听的一根还背着盘儿哈，有那种仪式感。我晚上出来我是做啥呀？这是。哎，我孩子那个碗有点小了。小碗不行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鱼啊妈鱼。给我盘儿干。我觉得是你应该把花给妈妈、哦、一块给妈妈，是今天是妈妈的生日，第一块给姥姥，今天是姥姥的受难日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想要一个蝴蝶。蝴蝶不能吃吧？能糯米。妈妈哪一个是男的？哎呀，人家这是我不想再给柳姐，人家给妹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柳姐。哎，就是，咋的？咋的？哎呀，真好，漂亮不漂亮？你看，漂亮，漂亮。说句老婆，我爱你比奶。不过这简直都是精神不一，是吧？心里头简单表达，但是嘴是不说的，比较含蓄。哎呀，刘姐，姐夫也跟你说了。哎，聪明算什么？他也是老听不见别个不说我爱你，这不是你们别说米小片说的，彼此都是不浪漫嘛，都是没有浪漫的人，都是那种太菩萨了，嘴上头国家表达不出来，管他一切精神不一样，做是吧？心里头有就行了。